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我想过就这样子离开理想家，对于爱情也不太相信，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。回想你，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，真的还闻到你的香气，这种寂寞也是种伤痕，这种感觉也算是伤。相信，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。回想你，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，真的还闻到你的香气，这种寂寞也是种享乐，这种感觉也算是 something。 放假放假甜甜不是哎呦要不要脸放完结训假记得先回到营区，然后再统一到各军种报到，不要傻傻的一个人去报到，知道吗？报到知道。还有你们这一次回来不一定会看到，但是不要太担心，我如果有空的话还是会去宪训中心走一走，不要太想，我也没有想，我只是说有空的时候会去走。谢谢班长。我很忙。好，我们知道。好，那班长你忙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，哎，回来。对啊。哎，难道那个就是？不想你干嘛了？放开我！我不要冲动，我不要他继续威胁我。放开！哎，冷静啊！下来了。哎，你要是现在发生什么事，你妈怎么办啊？想清楚啦！手机赶快拿给他。冷静，冷静啊！啊，我去拿手机。啊，拿手机，拿手机。哎，谢谢。走，走，走，拿手机。啊，走，不要冲动啦，走了啦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哪一位学员的家长？长官好，我们在恳亲会那天见过，是吗？我是黎志祥的爸。哦，志祥的爸爸，你好。志祥的表现非常好，成绩很优异，而且结训时是所有人的第一名，非常厉害。走了啦，不要看了啦，走了啦。好难看。怎么办啊？班长挡不了多久的啦。你们不用管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哎，你公在上面消委，怎么不用管你？我们都已经聊得起了，你现在叫我们不要管，而且不好意思哦，这么没有义气的事情做不到啦。我们宪兵 F 4缺一个都不行啦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豪哥，你们聪明，想个办法啦。对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有谁可以治黎志祥他爸。谁啊？我爸。喂。哎，尚豪啊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今天不是结训假了吗？对啊，爸，我已经出营区了。然后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同梯的有个同学，因为家里出了一点事情，不太方便回家，可不可以先住在我们家几天啊？要住我们家？对啊，因为他现在不能回家，他要是被他爸盯上，会很危险的。
那他真有困难的话，那当然要帮他了。谢爸。哎，王少，有车了，有车了。哦，车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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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，那个车来了，来来来，我先上车，我们马上就回家了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来来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也是一个甜食控，是我啊，是我 PO 的文，你该不会以为 Boss 有时间经营 FB 吧？哦，所以蛋糕是你吃了推荐，不是 Boss。反应蛮快的嘛，那以后我就负责外务公关，管理粉丝的内部工作就交给你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昨天还有一个留言没有回，是关于女皇的新书的问题，你处理一下。那你是要给我账户密码，还是开启管理员权限共同管理啊？跟聪明人对话的确蛮轻松的。是吗？没事，我开放管理员权限给你。来，首先呢。留言最好在当天回，如果你忙的话可以拖一下，但最好不要超过三天。嗯，然后你一开始还不知道回复留言的方式，所以我先跟你共同管理，不要乱搞什么飞机啊，哈，我会随时盯着你。这什么姿势啊？你说话就说话，靠这么近干嘛？我不是怪咖，你用不着这样烦我吧？我也没说啊。你信不信我会特异功能？我只要看着你的脸，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现在在想，我是不是真的知道你在想什么？对吧？这招对我没用。什么这招啊？又不是要把妹，我没有要把你，没有要把你，没有要把你。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说三次。明白。明白。了解。了解。OK， 身上穿的这个衣服，前面这个字你会念吗 ？Smart。怎么拼 ？S M A R T。什么意思？聪明。所以。哎。不要调戏我的助理啊！我是在立威，免得哪天不知道被谁逼宫夺权。脑补吧。好啦，这里就我们三个人玩宫斗有什么意思？哎，来看一看，这个你是在哪里吃到的？好像很不错哎。嗯，想吃吗？我现在马上去买。买现成的有什么意思？我们自己做。啊？对了，我提醒你一下哦，我爸是个退伍军人，个性比较严肃，规矩也比较多。可是上次阿寿跟阿布也来过了，都过我爸这关了，我想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啦。嗯，皇上好。哎呦，李志祥，你不用紧张啦，你就把我爸当作是一个长官看待，哦，他说什么你就报告是，就对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还是不去你家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要是回家会让你爸知道你家住哪吗？你将会被盯上，不行啦。我可以找一间小旅馆住，不用麻烦你。哎，我有说你是麻烦吗？我的确是麻烦。李志祥，
你要是再这么小气巴拉，这么娘，小小揍你哦，走啦！我不习惯打扰别人，先走了。李志祥，我怎么了？在这聊天不回家聊？爸，这位同学就是我跟你电话上说那位同梯的同学，李志祥。王贝贝，你好，欢迎你啊。爸，你怎么不在家，在外面啊？你说有朋友要来，我去买点水果。回去聊吧，我们家就在前面，走。怎么？哎呀，走了啦。爸很帅哦，我遗传到他。来，进来吧。哎，爸，奶奶不在。奶奶跟朋友去旅游了，这几天不在家。啊，那这几天不就吃不到奶奶做的饭？那没办法，你们将就一点，我做什么你们吃什么。把水果拿去洗一洗，哦，顺便切一下。好。不要客气哦，当自己家。你坐吧。谢谢。我去帮忙。哦。我帮你。你怕我爸咬你啊？刀子。在当兵前，是不是在水果摊打过工啊？并没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心情不爽的时候就拿水果出气，所以练出了手小离飞刀。哇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厉害！哎，弄好了，爸，我去拿叉子。哎，谢谢。挖不肚子啊！奶奶也这样说过我，还说我跟马一个样，马也像吗？吃西瓜边吃边吐籽，麻烦，是不是？嗯。可是我们俩待遇差很多啊！奶奶都是把籽剔掉以后才给你吃，我呢，小时候奶奶只会斜眼瞥我一眼，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连西瓜皮一起吃？”啊？奶奶不一样，现在变得比较慈祥。得了吧，奶奶是疼你，把你宠坏了，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来，来吃，不要客气。哥，你自己切的，还不错。我哪有卖乖啊？我这个是节省时间。挺甜的，他切的。哦，终于回到房间了。啊，还是自己的床最舒服。你一身汗都不洗就躺床上啊？我的床为什么不能躺？对，反正床单也不是你洗。
好。你呢，就赶快去洗澡。毛这么多，没洗澡就不能躺，不能坐。哎，我告诉你厕所在哪。厕所呢？走啊，走到底就是了。要走的房间吗？应该不用我陪你吧。龟毛。妈，爸，帮志祥打个地铺吧。哦，好。我问你，你刚刚说志祥如果回家就会被他爸爸盯上，是怎么回事？黎志祥他爸是个会家暴的人，而且之前他爸还追到部队跟他要钱，要不到钱还威胁他说就会去找他妈要，所以黎志祥才不敢回家，怕他爸会找到他妈。看得出来，应该是他在照顾他妈妈。爸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今天到现在，你哪里看得出来啊？我看他削苹果就知道了，他跟你不一样。不，跟我哪里不一样？那苹果要是你削啊，削完了最多剩半个。爸，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？起码我削也会剩个三分之二颗啊。好意思说啊，哎。人家跟你一样的年纪啊，你还在当奶宝，人家已经负责照顾妈妈了。好，爸，答应你，我会好好努力改造的。我等着啊。喂，啊，哦好。谢谢啊啊，小豪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可能会晚一点回来啊。好，哦对了，给奶奶打个电话，告诉她你平安到家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爸，你出门小心哦。知道我在这儿，我说你这是干嘛？放着舒舒服服的家里不待着，躲到这儿来吃苦受罪。我哪是躲啊，我这图个清净，在家里老不老是那儿跟我唠叨，你知道吧，那跟轰炸似的，多不舒服啊。图个清净，那你干嘛还去找你老婆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情报处的几个哥们盯了你很久了，你找人跟踪我，哎，你这是侵犯我隐私，哎，我还想揍你呢。我要不是怕恩慈担心，我才懒得出来找你。
我早就跟你说，叫你把丢了工作的事情告诉恩慈，你非要让他从别人嘴里知道，那他生气骂你不是活该吗？你还真行，啊，脸拉不下来了，翻脸吵架，离家出走。你这是干嘛你？我也想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，怎么脑子糊涂到会做出这么多的蠢事？你还做什么了？我还在奇怪呢。以前每次你跟恩慈吵架、耍脾气、离家出走，顶多找几个朋友吃啊喝乐一下，这次不一样，一个人躲起来。哎，你除了丢了工作，你还闯什么祸了？我就救什么救啊？说呀、啊！我就是说了你也帮不了我呀！你不说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？快说呀、啊！我投资了黄金公司操作的股票。啊？你不知道股票比黄金更不妥当啊？我就一个朋友，他一直游说我啊，是黄金公司相中了一只股票一定会涨，就要加码投资，稳赚不赔，只要几天就能够三倍回来。你不会真的把房子拿去做二次房贷了吧？我是想本金多一点，赚得更多一点呢。现在呢？有去无回了？跑了，我朋友跑了，怎么联络不到？那家公司也没有人了。真奇怪，我去的时候那个公司还挺热闹，人挺多的，怎么完了？我现在一毛钱都拿不回来。哎，我怎么会这么没用呢？你明明都已经劝过我了，我还是鬼迷的心窍把钱往那儿送，还瞒着恩慈把房子拿去贷款。我本来只是想，只要能挣到这个钱，我就算没工作我也没关系啊，恩慈没工作都没有关系，我还可以挪出一些钱给小孙女拿去上学。剩下的我还可以带着恩慈到处走走，多好。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那是我的家，我跟恩慈的家，哎，家也被我搞完了。早想清楚不就没事了吗？我现在都不知道拿什么脸去见恩慈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做爸爸失败，我做老公失败，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。蛋白和蛋黄要分开，面粉要筛过三次。啊，安杰，你来筛面粉。我。蛋黄和十五克的糖一起打发。哦，好，帮我拿糖。好。哎，这是盐。Boss， 这面粉我筛好了，这边上墨先帮你，我先去换衣服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啊，糖是哪一罐？这一罐。十五。对。累了。嗯。弄得脸脏脏的。
欢迎我们。哎，好像是我的电话响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电话放哪里了？嗯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去找。哦，好。手机又乱掉。手流血了，东西都摔破在地上了，你还用手去碰干嘛？还好伤口不大。怎么了 ？Boss， 那个古董我会赔给你的。哪来的古董啊？那不过是我开始学陶艺的第一个作品，丑不拉几的，哼，留下来只是为了纪念。纪念那就更重要了。嗯，也对，纪念是无价的。那我应该要怎么赔偿你？哦，有了，认真做事，学煮咖啡。乖乖听话，当我第一个读者。还有，帮我找些好玩的事情。可是这些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，那怎么会算是？我说算就算。夏沫啊，我觉得你和安杰相处好像很紧张哎。怎么？你们两个有过节啊？嗯，没有啊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。嗨，那小子已经比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好相处太多了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啊，他就像一座冰山一样冷冰冰的，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在育幼院长大的关系吧。育幼院？嗯，他的父母因为意外过世，又没有亲戚，所以只好送育幼院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，他变得有点愤世嫉俗，不太相信任何人，习惯什么事都自己来，时常因为说话太直而得罪人。他第一次来向我撩稿的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？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好像我欠他稿子一样。哪能像现在谈笑风生、八面玲珑，很难想象，对不对？三天哦。别人来邀稿的时候都会先画大饼，说会请全力宣传封面多么精美，周边商品啊怎么样怎么样，各种特色。只有他一个只给我一份包含数据的分析资料，告诉我跟他们合作我可以赚多少钱。赚多少？嗯，这样会不会太实际了？你该不会以为写作只是为了文以载道吧？嗯，那也应该填饱肚子再文以载道啊。我可不愿意写一些说服人的大道理，结果把自己弄得正经八百，一副老学究的样子，那太没美感了。安杰在这一点上面理念和我相同，他很懂我的书，我也很欣赏他的能力，所以呢就找他当经纪人。那你们为什么会住在一起？因为我们在交往啊。真的？
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哦，你看看你的表情，真逗。像他那种小鲜肉啊，姐还看不上眼呢。那是因为我每次开稿写作都会废寝忘食，有几次还因为血糖太低昏倒，有一次还惊动了警察，所以为了怕麻烦，干脆让他搬进来住算了。那你们怎么不澄清，继续让大家误会？清者自清喽，相信谣言的都是笨蛋，而且没事的时候心血来潮还可以逗逗他们，多好玩呢。所以谣言就越传越大，越传越难听哦。你真的对他很好？当然，这么会顶嘴的经纪人去哪里找啊？那我以后会好好多多跟他学习。啊，顶嘴这方面就不要了，有他一个就够我烦的了。哦，你手还痛吗？不痛。好，我们把收起来。想，我好饿哦，我又不知道我爸几点回来，还是我们两个干脆直接出去吃。好谈呐，好好玩。啊，走。哎呦，上好。啊，哦。哎呀，你真的晒黑了，又壮了。对啊，你看我黑的都发亮了。哎，晚上好，你不介绍一下朋友给我们认识啊？他是我部队里同梯的好朋友李志祥。我妈妈姐姐打扰了。我不是向虎的妈妈啦。她是恩慈阿姨，是我爸的同学。恩慈阿姨，你好。哎，二姐啊，你怎么会跟恩慈阿姨一起回家？哦，我想说奶奶不在，我干脆到超市买一点现成的熟食回来吃啊，结果就碰到恩慈阿姨来救命了。你知道啦，木头叔叔不在家，我回家反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想干脆来帮你们做晚餐。来，那个你们就陪志祥去吧。对，陪志祥看电视，待会儿就能吃了啊。谢谢阿姨。恩慈阿姨，我来帮你好了。哎呀，千万不要啊！父亲节那天采访，你木头叔叔全都告诉我了，所以呢，你们就乖乖的看电视，免得帮忙忙以后我还得今天再去重建呢。二姐。你们三个那天是把厨房弄得有多惨烈啊？哪有多惨烈啊？就是有一点点混乱而已啊。哎呦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呢，恩慈阿姨在煮饭，我们要是坐在这里看电视，拔回来看到这个画面，你觉得她会怎样？会很惨。恩慈阿姨啊，我还是来帮你好了。哎呀，不要担心，我也是，别闹了，我自己就可以了，不要。哎呀，我真的不需要你们帮忙了。你才不会，你去吃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个人做的比你们都快，好不好？让我来嘛，别帮我添乱了。我可以帮你的。我来上。好，那你不能吃三角吗？这不是空心菜哦。哎呀，我过这个干嘛？我走来看。好，这个那刚好就交给你。好，对，交给我。我可以。这个才是空，这个是空心。哦。部队什么都会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这么皮呢？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在我家？让我出去，疯了！哎呀，别打了，疯了！他是格的朋友了，你在干嘛？格的朋友。哎，你们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哥，你带朋友回家，你怎么不在公馆上面说一声呢？哎呦，哥也没想那么多，想说人都被带回家了，你们回家自然就看到了。怎么想到会这样撞在一起啊？唉，都被打红了。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账我已经结过了，可以走了。哦。你打给谁啊？打给恩慈啊，告诉他我们要回去了。哎，你别。喂，恩慈啊，啊。你在家吗？好，我跟木头要回来了啊，待会儿见。他没回家是不是？他在我们家呢，跟孩子正在吃饭。哦。哦什么呀？接下来看你自己的诚意了。走吧。
超笨的。还是跟你一样，人性的。笨蛋才会被骗呐！哎，你干嘛关我电视啊？爸，莫老叔叔好。恩慈，木生回来了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回家好好谈谈？大家都那么熟了，也没外人，没什么好避讳的，就在这把话说清楚好了。签了他，我们离婚。哎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很认真，我想得很清楚，是因为我这个做老婆的太失败，所以我老公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好聚好散，将来谁没有资格管谁，他自在我也清心啊。阿姨，你不要这样了。木头叔叔，你是做了什么事情，让恩彩这么不开心啊？我。恩慈，你不要冲动啊！这样吧，我带孩子出去吃冰，这个家借给你们两个在这儿好好聊聊，好吧？志强，我们走。你凭什么回爸妈？你要让恩慈原谅你，现在只有靠你自己的诚意了，谁也帮不了。跟阿姨在我们家哦。爸，你找到木头叔叔了？是啊，我帮忙也只能帮到这儿，剩下看他自己了。对，大姐，他是志祥，我是大姐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啊？太神奇了！我已经在乱上留言了。你留言？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啊？平常呢，我们只要有事情都会留在群组上。你在当兵，没有习惯看手机，没看到讯息，也不怪你。你就跟上好一样叫我大姐就好了，不用举止。大姐，哎，别站着说话，上一天班的累，坐下来。妹妹，你会不会打太用力了？哎，还差我是。爸，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去吃冰吗？我以为你们忘了呢，我还可以省下一笔钱。吃冰又没多少钱。哎，我是退休的人，能省就省。走了走了，买冰。你没有失败，你是最好的太太。失败的是我。我没有用，我没有资格当老公。是我贪心了，其实也是我怕在你面前丢脸。我拼了命的想要挣一口气，可是却偏偏的，哎，又是鬼迷了心窍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赔了房子还连累了你。这两天在旅馆里头，把自己好好的想了一想。我这个人啊，一副嬉皮笑脸，
随遇而安的样子，其实我是怕失败，所以什么事情我都找轻松的来干，又怕丢脸，每次一闯什么篓子，我就自己先打发火，庸庸碌碌的走了一辈子，到头来没有本事，也没有出路，就只能跟你真的怄气了。知道我是个混蛋，从我们年轻到现在，我一直让你担心，一直给你找麻烦，真是个失败的丈夫。你会想到离婚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我不能没有你。你当然不能没有我。有谁能让你发完脾气，还心甘情愿像老妈子一样照顾你啊？不是这样，是你了解我所有的毛病，你还是这么忍受我、包容我。我看到你拿我的鞋子修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多么的伤你心。知道我伤心，还非要大山去逮你才肯回来。你口口声声叫我老婆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呀？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啊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，我才能让你原谅我。我不要签这个啊，我不要离婚。你跟着我这几十年，我一直让你吃苦受罪的。我如果现在如果我没有让你弥补过来的话，我就放弃你，那我真的是狗。猪狗不如了。说了半天，你通通都搞错了。恩慈，你以为我嫁给你是为了享福吗？我是想跟你同甘共苦走一辈子的。我是军人，你也是军人，我们最能了解彼此的辛苦，也最能够互相体谅。就算以前任务调职，你不在我旁边，可是我只要一想起来，我拿起电话，随时就能够跟你诉苦。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踏实吗？不是你，每次诉苦抱怨都是我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夫妻，这才是夫妻嘛！开心可以一起分享，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。可是你这次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你一声不响就不见了，找不到人。你说钱没有了可以再赚，房子不是你把它卖掉。可是你要是有什么事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我以后打电话给谁啊？我想你也懂。对不起。人需要被呵护。对不起。可偶尔会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志强这个孩子呢，很客气拘谨，以后你要记住，有什么事情啊，招呼他一起。报告，是人来就算了，还带了这些来，相当好。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保持距离，想着
看不起和自己怎样同甘共苦，我敢在。